老师好。你好。哎，老师，老师，有事吗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从前这所学校就是日本学生的天下。中国学生，即便是走在走廊的中间，都是禁忌。直到这个男人的出现，金浩同学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打麻将。你吃蒜了？Do you hear that boom from a mile away? Like a big Greek god with a lightning blade. ここはお前の墓場だ。Clap your hands.